接下来请收看林家温家怕烂家，敢甲你怕呢？我每次怕你，我心会疼。假使讲你若承认讲拄我迄个查囡仔就是恁查囝吼，咁讲我呢怕你呀？不是我查囝，我唔怕伊。伊吼，敢若是来甲我问路尔。咁真实嘞？真实，我无骗你。你莫骗我，你母较好嘞。你当作恁爸是啥货囡仔？哈？包括问你一句，你的查囡仔以前捌来过无？讲，我唔知呀，我不知你唔知呀。你，你好，我不管我出兵，我好，我的膝盖就白光。请进来吗？啊，人嘞？人？那有什么人？莫白讲哦，无兵向来拍干嘞。我，你是咪同一番？无先来听草后口做走。伊唔是同一番呐。无甲我骗哦。我真是无骗你。无。遐沟通一番，也是唱多遍，拢是犯法了。我知。
你看我的鞋子无啦？鞋啊？啊对啊，啊我洗衫哪会无洗到你的鞋啊了？我今日甲看到我搁一双伫咧啊。哦，你是讲一双鞋啊？后天一公一双哟。对啊。哎呦，但是破甲安尼先，妈妈看看都袂清楚啊，天气啥啦？啊？你甲天气啥去啊？啊，他食啦啦！你看你啊，我搭小蛋要出去，我无鞋啊通穿啊啦。谁叫你买啊？安尼脱落来，袂用叫妈妈洗啦安尼。你看，哎呦，你哦，你哦，甲较早拢同款啦。啊，鞋啊哪脱落，穿一双遐一双去哪去？啊，即嘛你找我啦。实在有影哦，啊，刚满穿就伊拢无擦哩，拢无管你哦。我那实在你安尼鞋啊脱落就遐轻遐轻安尼哦，啊，遐硬拢无擦哩呢。实在有影，啊。又倒水一个啦！啊？哦，是啥？陈暖，你也在头？啊，不晓过两箱滴嘞。啊，两箱拢洗啊！最近哦，落雨啊，未到我哪发冻。啊，是热啦啦，我是那么出去嘞。啊。哎呀，但你是要创啥啦？啊？这还搁伫咧哦？嘿，啊这破鞋仔无地单调，你看破到哪啦？我听地个老的啊，咱人就是安尼啦，有新的就袂记哩旧的，参照你有好鞋仔就一直穿，就袂记得讲有这双破鞋啊，所以我听个老的，今日你赶紧要穿，是真好用。所以这就是讲吼，人爱惜情惜福。对不，加减啊穿啦，真好用啦。妈，我出来哦。好啦，啊，都较早转来了。我知啦。大哥，谢谢。你要出去啊？我见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对。有啥物话做？你讲得我紧啦。其实啊，其实嘛无虾米代志啊。你敢停手袂停手吗？你敢感觉伊这个人怪怪？怪怪？原来你就是为了伊哦。谢谢啊，你是不是真该停手袂停手？我，其实啊，我介意啊，嘛实在无偌久啊。尤其我这个人哦，嘛不是讲会随随便便去介绍查某囡仔的。啊，那你意思是讲这个张雪薇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查某囡仔？哦，我无这个意思。我这个意思是啥物意思？你讲伊安尼怪怪，你是倒位感觉怪怪？因为伊哦，因为伊会讲一挂互人真意外的话，比如讲，譬如讲。伊讲伊无想结婚呢，这有什么好奇怪呢？即马有这种想的人足济啊。是啊，有诶是安尼讲无唔对啊。也毋过，伊嘛有讲过哦，伊若是啊想要第一个囡仔，伊会去马上生一个。听伊咧讲笑话，那也无甲查甫人斗阵阵咧。嗯，啊，伊是要来生囝咧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？伊无想要结婚，也毋过伊会去找一个查甫人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也是讲哦，李大哥，伊若真是想要第一个囡仔，那就真哩麻烦了。伊就直接去病院啊，买迄个查甫人迄个精子。对啊！今麦唔是这种什么精子银行。嗯。不过哦，你头壳歹啦伊。嘿哦，嘿唔是哦，因为头壳歹去呢，伊是心理，伊心理有问题。心理，也无敢会，伊之前捌受过什么款的打击啊？这是有可能啊，照安尼看起来，伊这样也袂遮可怜。李大哥，伊若是去找你啊，想要甲你斗阵生一个囡仔，啊，你会去吗？找我斗阵，甲伊生一个囝，我当然是笑讲，
嘿，我当然唔去咯。啊，我说你去无？我嗯，哦，嘿无法度。嗯，我去寻着迄专人甲人拍针的帝哥。哥，明白啊？啊，你唔是讲要出去？啊，你两个他们家来笑噶呢？啊，无啦，无代志。哎，这下我来去，来去啊！上面这查囡仔，人真巧，啊，生活真水，啊，家庭环境也袂歹，厝内面阁有钱，事业做了真好嘞。嘿，这将来啦，讲啥物人会当娶到伊哦？嘿，袂歹嘞，啊！哦，我刚才想到伊讲遐话，我打算去问。啊，你唔能去外国，不要安尼吓着啦。虽然我对伊唔是讲真了解来讲哦，伊啊，伊的思想是比人别人较开放，也毋过，我感觉绝对唔是一个随随便便走的。哦，啊，你讲的意思是，啊，伊刚才是无想要叫人拔掉。用安尼讲，所以讲，先生，假使讲你若真是介意小伟哦。你店面的面头前，你就要表现出讲你的作风比国较大方，思想比国较开放，安怎样子？哎呀，对啊，我本来较早拢无想到，哎，看袂出来哦，你对查某人阁遮尔了解。那有，我比你较侪个嘛，对无？是讲哦，有一挂查囡仔嘴讲敢若讲，事实上也不一定会安尼做啊。对对对，你讲安尼，我以后就照你教我，大家遵守然后，哎。对，我听讲，大叔跟阿李家出走，什么的李家出走，是去叫我个豁出去啊！你这，行了行了。姐妹啊！姐妹啊！姐妹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我打过了。妈妈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要杀几条灌肠诶！无好我做一个无天无良的人。
死啊啦，死啊啦，有够无天良。不是我爱讲你，啊！你是刚刚慢的爬爬走对不？啊，好一个囡仔头拄转来，啊，厝内底无半人，一个人伫外口啰啰嗦，安尼敢对哦？哎哎，哦，啊！你说伫怪怪呢哈？你也知影哦，照顾囡仔是你的责任呢，不是我的责任呢。啊，我当然是嘛，甲你讲啊真清楚呢哈。本身去住伫我遐是暂时哦，我嘛我的代志呢，我那不是社会娱乐文工，24小时伫甲你顾囡仔。啊，无你文身规气放互我一人带啊！无你即摆讲的什么笑话哈？是你拍带还是我拍带哈？莫拢听拢无。哼，我跟你讲啦，我唔甘互我的心肝孙带你这个工寮啦。阿妈，你就互我带只带一枚嘛，我唔怕带伫个家，家吼一定最好耍诶。点嘛都无好耍，房遐细，敢一进唔进尔，惊死人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吼、哦，我那有人无欢迎你啦。啊，是讲哦，讲这哩讲啦，迄有影啦，迄一张眠床哦，四个人是要哪钱？医生也无够哩。国英，你有妈妈处理好不好？妈，就算讲我用起来困，我嘛会一位给文成去困啊。哎呦，春条的啊！哎呦，我原来唔知讲你这敖，起来我都通困哦。妈妈，你今天徛的也好当困哦。哎呦，啊，等你老母也不是假的啦，啊，徛的我都通困。春条啊，就准讲你徛的我都困啊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好不好？咱查某人啊，结气啊，拄啊好就好啦。你天在哪讲要来带你倒转去哦，就爱甲人倒转去啊啦，唔通佫结气啊啦，知无？白丽丽的大姐啊，哎呦，无简单的哈，为我实在你到即马。拄只你所讲的话哦，上有理呢。也不过，不管你安怎讲了有理啦哦，基本上你无了解春秋的心理。也都无是安怎，你是要爱春秋住伫遐哟？啊，就准讲哦，春秋无要倒转去嘛，无用去住伫遮。莫讲对囡仔唔好啦，那外口嘛会讲春秋伫遐甲你斗。你。绝情的随时我头望，不愿伸手牵你脚。莫讲对囡仔唔好啦，人外口嘛会讲春牛在甲你斗。你，不，嘿嘿，我无讲啥，讲到遮就好啊。文成乖，咱来转哈。哎呦，我买转去啊。我买物件给你啦。买物件，哎呦，买啥？我你爱啥，阿妈就买啥给你。啊，这个衫有进无？那是有进，不是较好势。有啦。哦，对了，秀玲啊，这个春秋较早滴，这衫拢一色的哟。嗯。春秋一早生来是好好的，我相信。伊一定有法度过这生日查甫。我想到唔捌听过你提起我妈妈嘞，你这么讨厌伊心？伊迫害我对你爸爸所做的安排，伊跟你爸爸无适合啦。伊两个竟然做伙，就表示两个有适合啦。伊无适合做咱李家媳妇，你知无？唔是，是因为伊无爱生日查甫孙，所以伊就来逼咱李家做啥？我无逼伊，是伊唔捌好歹，你知影无？伊就唔捌好歹啦。助理。你还要用这款态度跟阿妈讲话啦？啊！我哪有啦？我只是想要知啊，阿妈来这讨厌我妈妈，而且就是因为讨厌我妈妈，才讨厌我啦。你是咧乌白讲啥？
公孙的，阿妈要来讨厌你，阿妈要来讨厌你，阿妈要来讨厌你。因为爸爸不干嘛，是这查甫孙，伊心肝已经付出真多啊，你莫猜，三花钱就好啊，阿你去内面看住。我记。我听讲你最近拢无去补一班上课，啊，若去上课时阵，啊，拢袂专心练练。你可是用这枪来搞的着？你愈来愈无规矩了。啊，学生阿妹还直接签我老师的名啊？伊也不是学校的老师啊。是不是学校的老师吼、哦？拢同款啦，补习班的老师嘛是老师。你他袂甲讲，你无去补习班看书，你走倒去。你讲话啊！心上忆过去的双人，无意来变成怨仇人。敢讲天将咱来欺人，缘分两字阮世当，千辛万苦来赢得的真命当情房，小债受害无半项。茫茫阿爸，痴情的心事重，换回一场绝情的。Hit